现在真倒霉。啊，守护神到哪里去了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现在只想坐在我的摇椅上面，忘记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。别担心，小龙夫，我会找到你的守护神的。呀吼！我的老天哪！我已回家，主人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？你把我的摇椅拿到哪里去了？好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就行了。